谢谢你们，这段期间长时间的等待。初次见面，你好，我叫芭比。啊，好可爱！我们变小和你一起玩吧。太棒了！芭比大人是贝利卡星的第一位少年总统。总统。但是我也是个年纪跟大家差不多的男孩子。比呢？我会一直支持着你，芭比。当时我们还不知道，这场战斗竟然攸关星球的命运。他们的目标是我。你的姐姐现在在我们手里，这个缩小灯就让我们带回去好好研究一番吧。你放心吧，我们可是你的伙伴。各位，走吧。把你和比娜一起送上西天吧。我很害怕战争，怕得不得了。我也很害怕。大熊，快走！我想帮助你。电影《哆啦 A 梦》，大熊的宇宙小战争2021。